陆彤姐，你是不是爱甜食啊？甜食非常爱甜，因为你非常爱甜食。那你好矛盾呀、啊！你又这么疯狂的健身，每天两个半小时，然后又那么爱吃甜品。我当初开始健身是因为希望吃的更多，不会胖。就，对啊，这个理念很正确啊。健身是为了更好的吃，是吧？对呀、啊。他的理念不太一样。啊，不是吗？我从健身开始吃的就特别的。亏了好多嘴。我们从开始录节目，你看我们录熟悉的味道是一个跟美食有关的节目吗？他天天吃草，录到现在第十一期了，对，越录越瘦，天天吃草。你快说说他吧。少油少盐。我没有啊，我从不借口啊。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以前比较胖，所以我体质比较容易胖，就很怕会因为吃大油。你现在可能是刚刚开始，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当你成功之后呢，你吃什么都不怕。嗯，对啊，真的。来、哎、你眼中明显流露出我年纪小、啊、你不要骗我的他的眼神就是我骗他小孩那个一脸对的就是那种戒备的感觉真的上头了是不是这话但是之前我是做了十年差不多十年的运动啊，十年的健身好我知道了我还差九年